一般是毛病。哦。有苍蝇。亡命救长虹的大户能加红包，黄华能当铺老公磨头，做个为老公磨，还真乖。哇，又高铁啊！不错，正时代，华东大户受江西布政使，布政使是长城在浙江。楚州府，李府能行好步，好步能。真快，老公啊，你先老喂。哦，哎，都应该是你都买哦。哎呀，没错。全两块仓嘞，真有呗，毛了真嘞。我人家都要买同一条太阳叫，我惊一下同一条嘞。哇，同一条有脚呗。好久买了有无？啊，还做你贵啊？叫你个开。哦，还有久买？哦，叫你靠，明超哎，应该是去考，去考有久买。你呀，得去久买。旧账王明啊，明超，侯宝王华能当铺老公，西起当时，做咩啊？是哪只做咩？会做咩啊？哦，好嘢，哦，只，哦，只通了，只两块仓啊，头先做一条狗，哦。当铺老公应该是捞埋啊，杀去捞埋啊。那只招咩？无其他，唔使有平瓜咧。